10块钱不到的日本烤肉冻饭，而且现在店里有promotion，第二碗半价。别花走，一起来薅羊毛。好了，宝贝们，十一加赛就可以忘记所有烦恼的 never。今天我们来到 Woodlands， 在这里住或者在这里上班附近的宝贝们，有没有喜欢吃日本的冻饭的？他们家现在有一个买一碗第二碗半价的活动，跟我去看看吧。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？我们家的招牌是阿布里鸡根端和阿布里爆贝利端。Seller 也是跟着那个套餐走的是吗？价格？对。我要一个 salad， 配菜我要西兰花、温泉蛋 ，boss 也可以自己选是吧 ？truffle soy， 看一下现在一共多少钱？他们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每一碗从食材、配菜到酱料都可以自己选择。现在这碗就是烤鸡肉沙拉。鸡肉被烤到外焦里嫩，汁水充足，配上健康营养密度很高的西兰花，温泉蛋也是恰到好处，这不就是妥妥的减脂餐吗？真是吃的健康没负担呢。嗨，宝贝们，我可不是嘴馋呐，我只是帮你们试一下这个泡贝利盖饭好不好吃。我信你个鬼！这里面有一整个土豆沙拉，那种带一点点酸，然后带点 mayonnaise 的感觉，然后绵绵的。我先空口吃一个他们家的这个泡贝利吧。老板说每一块肉每天都要卤上打底3个小时，再烤一下增加肉的风味。我今天选的是 truffle soy， 应该是那个黑松露酱油的味道，咸香味特别足，大口炫肉的感觉超幸福。这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小配菜，车轮饼里面夹着一个小秋葵。这个好吃，外面是炸过的，然后里面是脆脆的秋葵。再一个，给摄影师吃，我减肥吃不了了。宝宝们，我就问你们，这样一碗饭单价是6.8块，然后现在他们家活动是第二碗 50%， 这两碗下来一共10块钱左右，这不划算吗？我的天，这个地方是 Block 785E， Woodlands Rise。他们家另外一间店在Kallang Baru，在东部的宝宝也可以去尝尝看哦。今天两个人消费10.7块，关注我带你发现更多新加坡Bestfoody，拜拜。